我上马太脆了，没有右保后排。那你为啥选秦女人啊？对面也没右啊，对面谁右啊？阿卡丽右啊，刺客，奥边马右啊 ，ADC， 凯隐右啊，蓝凯，卡莎右啊。 ADC 锤石也就一个锤石，锤石还不用，锤石一套也死。对面也不用啊，那跟我有啥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别人用我，我平常也得用啊。这说实话，就玩个右就那队友，哎呦我的妈！他们也配让我保那都也行，他又真是个物资，我把给你打辅助去，对不对？那都也行，你配吗？你不得先看看你配不配？你配让我保你吗？问问自己。哎呦我操！ 哎呦！完了，哈着来了。哎呀！哎，有点烦，老哈着来了。 刚那下平 A 没出来，平 A 出来，我直接接个点烟，不知道是不是打我们家红啊？一会儿看看。不是，他打完了还得上来。 你像这波，如果你不小心点，他还得过来抓你。他抓你，我现在二级，对面三级，我还得死。好意思，别被他 W 到啊！
有延迟。吃一层塔皮，好回家。虽然他把我杀了一波，但是他要给我们硬拼还是不太好使。哎，好闪啊，好包女儿啊，包女儿。包女儿如果没搁旁边，确实容易死。50秒有大。放E，放W呢？来，放我出去！没事，这波赚了，血赚。赚了半管经验，还可以。打小兵了没有啊？他不开大招把我一躲了吗？哎，其实就躲不躲一，这波估计也死了。那下塔是必须得扛的。我这么老跟他塔下换，我们都随便的，随便跟他换。我就能换100波，我就跟他换100波。这波瞎子可能会来，我要拿双杀。真敢来呀，兄弟！真敢把 E 放了呀！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这英雄只能耗血是吧？再给我推一波。不行，我们得走，我们得走，这波不走卡米尔有可能要来了。回家，包女儿帮我把塔推了还可以啊。
哎呀，既然包女儿帮我把塔推了，这把我给你走个黑切吧。我给你走个黑切。青钢影就只能耗血，带不灭青钢影就只能耗。我就剩100滴血，他剩500滴血，他没有办法秒得掉我，他都打不过我，他就只能耗。耗血英雄，给你耗耗耗，也给你耗回家了。哎，人家有点优势了，给你耗耗耗耗回家了，又有点优势了。然后后边出完三项就会厉害点。要不就烦，就不乐意跟这英雄打架。你打的他跑，你这么着把塔推了，我就只能野区走一走了，我也没地方去了。现在去下路也不合适，看什么时候小龙刷呀？小龙还有1分钟呢。给他们家压力大一点。兄弟，你的 QE 是真的垃圾。头痛，这里头有眼儿，这里边，跟我来，日女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他把钩放了。差一丢丢。小龙拿了。可以甩大。我们去上路收兵，打野把小龙打了。太鸡巴菜了，0-4，你瞅着人也能死啊，看见人也能死啊。死完就都退。带上。我带上我也杀不了这青钢影，没用。
现在不是在线能解决得了的问题。这瞎子搁旁边呢，我上不了，我没有办法一打二，把峡谷打了这波。嗯，上来没中推赢不了啊，就这样式的就。啥瞎子。辅助换辅助，最终你杀谁呢？冰女来了，走。还好我们撤的快呀。一点儿团队贡献没有，零杠四啊，零杠四啊。谁跟我说一下闭嘴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说？Shut up， shut up 怎么拼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闭嘴，赶紧闭嘴，别跟我说话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没事，日女没大这都无所谓。这波一定要小心冰女啊，要帮队友把冰女给他挡住。哎，我的天哪！确实，冰女变成祸患了，看着没有？这流头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为什么被踢飞了呀？我被流头给顶飞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流头不是顶的我假猴吗？我看我假猴飞了呀。
还是不行，在我们没有一打五之前，不可以去传。就这青钢影都杀七个，我操！真是。难呐！他两件套，两件套我也不怕的，关键是他旁边有没有人儿。他也不能跟我打，哎呦，不好杀呀，这玩意儿弄的，那单带他也不跟你打呀，关键是。有可能旁边还有瞎子，那瞎子都没出现呢。可以，我们过来。死了，死光了，行，可以接受。终于是像点人了啊，终于像点人了。点信号走，走个屁，这不拆，剩个小黄毛，这不拆，死不了，没事。后边小心点大龙啊，别掉大龙。不过青钢影的这个血量不是很好，打不了，没事，我马上出来了，走一下上路。去下路守啊，去下路守。去下路守线儿啊。你们会发现这地图上针眼特别多，一共我们能看到的就有仨，基本上每个人就会有一个针眼。绕过来啊，这波小龙来守一下中塔呀。哎呦，韵嘴被抓了，韵嘴被抓了，这条小龙可能就拿不了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打不了。
冰女有点猛。牛头薛薇是有点限制我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牛头有点烦，这牛头，牛头每回都顶我，自己过去干啥呢？我说实话啊，这把要是那个冰女跟那个地球女换个位置啊，早就赢了，都没这些屁事儿。早就拿下了。我找到了位置。我没找到位置，对面的人有点多。先把牛头杀了吧。别打了。没杀掉这小黄毛啊。我刚等个闪现杀的好了，没等闪现让他跑了，我等个闪把他杀了，然后呢队友把牛头一抓，这波我们拿下，打个携手吧。这把翻了，你给我寄十斤特产黄油蟹。我不吃黄油蟹，我吃大闸蟹。这龙魂要不要？
不行啊，上不去呀、啊，他们家的视野都布出来了，都不能从这边走，从左边走，把视野布出去啊！哎，全他妈是眼儿，我操了！这刘头把三个眼全给我放好了。我得走，先把这刘杀了。GG，打不过。那冰女进场根本一点办法没有，没办法，那女枪活不下来。我不是说刘头会玩，超不了。